他现在在做修补。辛苦哦。
我们团队精彩的演出。那么呢，再次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马沙沟滨海游戏区，我们要来进行2016一箭双雕艺术季的正式开幕了。这一次呢，央寄出了很多具有话题性，然后大家也非常喜欢的大大小小的岩雕沙雕作品，而且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场地，包含了呢马沙沟滨海游戏区，还有我们七股岩山，以及我们的台湾岩博物馆。欢迎大家呢把好消息传递给全国各地，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我们台南，然后再创人潮及商机。莅临的贵宾非常的多，马上为大家一一的介绍，也请现场朋友给予热情的掌声。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底世界的主题馆要来进行揭幕。这时候呢，我们要邀请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移驾到我们的海底世界主题馆的入口处，也就是那个很可怕的鲨鱼入口处。我们要来让大家好好的看一下我们的海洋文化，体验一下海洋的乐趣。今天还有很大的惊喜要送给大家，给大家拍照打卡，一日游、两日游、周周游。还排是一个这个即时，所以呢也要象征的我们这次的活动一定会在即时当中还有好天气的加分加持之下呢，可以进行的非常的顺利。我们2016一箭双雕艺术季活动开幕仪式正式开始。首先呢，我们要为所有现场的贵宾长官们好朋友们安排的是很棒的一个团队的演出哦，借由啦啦队的活力朝气呢，也带出今天呢这个过假期然后看我们展览呢非常棒的愉悦心情哦。掌声欢迎我们啦啦队所带来精彩的演出，掌声，掌声越大，我们的活动可以飙飙飙飙到100分的满分哦。
个数目字就是67号。67号呢，是我们台湾之光，也是我们台南之光王建民这个号码，所以呢，也代表我们持续的要来帮我们台南加油，还有王建民加油。同时呢，我们市长也已经来到了，要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帮我们市长加油，帮我们台南加油。好，特别欢迎市长，还有我们的这个电机委员也来到现场了，欢迎您来到。好，那有这个大家长的加持哦，让我们的活动呢会更加的有期待，然后也更加的精彩哦。好，我们刚刚呢是有这个加油啦啦队的一个氛围哦，帮我们的台湾之光、台南之光王建民来加油。同时，我们很棒的一个沙雕作品也有王建民，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呢，则不一样的一个氛围了，用这个民族的一个方式来呈现。然后呢？好，那我们呢今天呢，因为活动呢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很热情的邀约到了我们的一个长官来到现场，所以我们现在是来看精彩的演出，是不是？好，这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是比较不同的，虽然是民族舞再加上鼓舞人心振奋的一个鼓艺哦，但事实上它还结合了我们沙雕岩雕的必要的一个素材，那就是沙跟岩，让大家可以看到呢在古迹当中集出我们沙岩，然后呢非常震动共舞的一个呈现。来，我们借由呢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们，还有媒体，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团队所带来精彩的演出。
说有提振士气的一个鼓励，然后呢也结合了我们的这个一箭双雕艺术机最主要的成就了岩雕及沙雕作品的一个素材，那也就是沙跟雕一起跟着古迹的一个澎湃呢，展现出很棒的一个活力及精彩程度。所以同时也象征着我们这一次呢由交通部观光局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主办的2016一箭双雕艺术季哦，一定会圆满成功，从今天6月18号周休假期好天气开跑，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对你们的掌声呢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有信心哦。那今天呢活动非常非常的精彩，大家呢可以呢持续的往年的热度来探讨一下大大小小的岩雕及沙雕的作品，而我们主要的场地有三个，包含了在现场的这个马沙沟，另外还有台湾岩博物馆以及七股岩山哦。那请大家告诉大家同时的三个场地同不同乐。那么今天开幕活动我们很开心的邀约了很多大力支持的长官贵宾好朋友们莅临，现在呢马上也为大家来介绍，也请了现场的好朋友们给予他们最热情的掌声。首先呢我们要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大家长了，就是台南市政府我们的市长赖清德赖市长。好，接着呢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我们立法委员叶怡津叶委员。再来呢欢迎我们立法委员陈廷飞服务处的代表我们的吴朝和秘书，掌声欢迎我们立法委员黄伟哲服务处的代表，也欢迎您的莅临啊，在这边很年轻。再来呢我们要来欢迎我们台南市议员侯成才侯议员，欢迎我们台南市议员谢才旺议员的一个代表，我们的这个谢代表也来到现场了。接着呢我们要来欢迎的是这个交通部观光局东北角暨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方正光方处长，欢迎的莅临。好的，然后我们要来欢迎我们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王时思王局长的莅临。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接着欢迎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的分局长吴资照吴分局长的莅临。好，那么马上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北门区区长曾荣嘉曾区长的莅临。好，然后呢掌声欢迎我们台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启玉陈董的莅临，欢迎我们皇上文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庄世豪庄董的莅临。这一次呢参与的业者也非常非常的多，真的很谢谢你们大力帮忙来再创我们的台南观光人潮及商机哦。我们要来欢迎我们俊生饲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朝辉黄董的莅临。好，马上要来介绍我们老爷行旅副理黄永淳黄副理，欢迎我们台糖长隆酒店的副总林永淳林副总，还有欢迎我们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的总监雷颖杰雷总监，南昆山代天府主任委员王连心王竹伟，还有我们南昆山代天府的总干事侯贤训侯总干事，欢迎我们将军公所的代表陈明德先生，那还有我们的主办单位要来掌声欢迎哦，我们的交通部观光局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处长，我们的郑荣峰郑处长。好，那我知道呢这场活动非常的让大家受到瞩目哦，如果晚来的贵宾呢我会再找机会为大家介绍的，马上要邀约我们的长官贵宾的致辞，首先呢要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大家长了，台南市长赖清德赖市长。市长都很热情哦，都会想说要其他的贵宾好朋友也一起来致辞，不过我们先请我们的赖市长上台致辞。好，多谢，其实是爱郑处长先讲啦吼，郑处长客气吼，我着恭敬不如从命。好，咱共同主办单位，咱国家风景处的郑处长，台盐陈董事长啊，叶怡津立委侯成才议员啊，曾荣嘉区长，另外吼，咱在地吼上出名，咱北门南昆山大庙，咱所敬听，咱王主义吼，咱林英杰啊，老总干事吼，啊，比如各位委员、市府吼、观光局王局长，啊，咱观光旅游业者吼，咱大饭店咱这些代表，以及所有贵宾、所有好朋友，大家高早，大家好。好。其实吼，咱热天要到啊，
所以咱特别利用咱台南市非常水的海滨来举办一连串的活动。咱现主席开始的是六月份，一箭双雕，哈、哦，一方面来到咱七股看岩雕，来到将军，哈、哦，要刷高看沙雕，哈、哦。那么七月份呢，咱还佫有七股海鲜季，啊、哦，海鲜节，那么去望迄、那个，望迄、那个，啊，赤水啊，吼、哦，对啊。那八月份呢，咱佫有将军口音乐季，哈、哦。所以呢，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王局长。啊，结合咱地方各界吼，啊，甲变作是一个夏日海 party 啦吼，就是集体行销咱台南市，也集体行销咱的海边啊，予咱全国好朋友伫热天的时阵有一个好的去处。那么较特别的是，每一个活动拢真有特色吼，比如讲咱今日来讲的，咱看这个所在这个沙雕，大家一定都注意到吼，英雄是英雄吼，英雄是英雄。那么内底呢，佫看到王建民吼，王建民复出，啊，佫后看到甚物啊龙王雕吼，所以郑处长非常用心吼，差不多现主持这个时事社会关心的议题，尽在沙雕里面啦吼，希望中华会当和平发展，希望吼咱台湾的经济当像王建民安尼吼，重新东山再起啊。啊，买单安尼，但爱护咱的保育类动物，哈、哦，所以伊讲吼，教育的迄个用心溢于言表，哈、哦，咱甲郑处长小娱乐一下，哈、哦，小娱乐一下。那么另外呢，他如果来，大家一定有听到介绍，哈、哦，包括我们台南市的五星级的饭店，啊，都已经到齐了。那就咱举办这个活动，要营销咱台南，背后一个足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来推动咱的观光产业啦。所以，当全国的好来到咱七股，吼，来到咱将军看岩雕、沙雕的时阵，买单伫迄只过暝，吼，啊买单直接消费，啊直接搁去所在佚佗，甚至吃美食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我们台南市的五星级饭店，嘛拢足帮忙呢。他们不是坐在那里，吼、哦、受益。因的意思是，因的做法是啥呢？就如果入住他们的五星级饭店。他们提供免费到这边来看的，对不啦？我那我们来搞五星级饭店这种来的哈。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庄董事长哈，庄董事长，你差不多是把咱盐哈，台南市的特色盐，充分发挥文创特色的公司啦。把咱站起来，我们来好讲，给你说到下这里哈。啊，也差不多一年365天，啊，加上二月份的第29天，哈哈。拢有迄个盐的无同款色皮的盐咧代表就对了吼，那么引起这个盐文创的风潮，这对台南市吼去吸引少年人来台南市佚佗有真大的帮忙吼。那么另外利用这机会，阮也甲咱后庭台议员说一下吼，后庭台议员对吼咱北门将军吼七股啊，包括这个客家吼，所有的活动拢非常支持，除了这机会吼预算吼。啊，全力配合、全力支持以外吼，伊伫地方有来反映真济宝贵意见，或者是政府啊，每一遍的活动伊拢到啊，我直接有那个后庭台议员说多谢，那个说多谢吼。好啊，最后因为咱有来做多谢迄个叶经叶委员吼、哦，这是伊的选区啦吼、哦，啊，但是伊来毋是干那单纯接任吼，啊，咱真济代志市政府的真济政策拢先望叶委经委员啊，就是欢迎叶经正义给咱到解决吼。哦那交通部观光局就属于伊伫交通委员会内底所有当帮忙的，把咱那个叶经委员谢多谢者，好。好啊，最后呢，我祝福咱的活动会当圆满顺利成功，好、哦，也会当带动咱的观光的人潮来到七股，来到将军，哈、哦，来到咱沿海一带，好、哦、啊，好咱的市民吼，确实生意很好做，好、哦，多谢两个，多啦，多谢。再次谢谢我们市长，谢谢。市长说得好哦，夏天呢就是要来海边，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来看我们的沙雕及岩雕作品哦。刚刚呢又一个贵宾来到，我在这里呢这个空档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立法委员陈秀霞服务处的代表周宪珍主任，欢迎您来，谢谢。好，接着呢我们要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致辞长官，欢迎我们的这个立法委员叶宜菁叶委员上台致辞。赖市长，我们郑处长，
台盐的陈董事长，这个我的好朋友哈。但南昆新呢，王朱伟王局长咱呢郝定宅议员跟陈委员、黄委员的助理哈，跟我们的区长各位业者的代表、各位贵宾，大家搞早，大家好。真欢喜哈，咱呢这个一箭双雕呢。在台湾已经打出名号，也是恭喜大家拢知影啊。今年哈这边呐哈又扩大一点，我看沙雕比往年还要更多更精彩，所以欢迎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来我们台南花莲的岩雕沙雕哈，咱在去个猪笼加怕饼好吗？加用心啦哈，来服务在顾客哈，所以我祝福我们这个活动哈。能够让旅客玩得非常尽兴愉快我们业者可以生意兴隆，这个也算一箭双雕了哈。想空龙虎妈姨祝福今天的大会能够的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祝福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愉快的旅程。再一次的欢迎全国哈甚至于哈然后苏嘎出国来咱台湾佚佗的亲朋好友哈，欢迎大家个带来咱台南佚佗，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叶宜君叶委员。对，从今天开始开跑，会一直陪大家来过暑假，一直到八月底的。接着我们要邀约的这次长官呢，请现场的朋友呢，这个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也就是我们的主办单位——交通部观光局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郑荣峰郑处长。上敬爱，我的台南市大家长，我的市长，我的同车社会叶委员，的区长，哈，咱陈庭辉的国秘书，哦，咱王主义，咱同重要的啦，后壁我谈台演，还好啊，合作的董事长，咱董事长，做我的吼王局长，哦，做我的学长啊，我的东北角的处长，哦，王处长，好，做咱的五星级饭店的各位来参与我这个活动的，好，各位代表，都正当的。好，陈局长，都黄伟哲委员的秘书，好，都陈庆霞的秘书，好，啊，同桌也是在参务的各位诶，来遮的游客、贵宾，好，都来媒体记者，而且吼，我足感谢的啦，因为即届通咱单是做伙主办即届一箭双雕，去年我是吼第五去业者去做，但我感觉吼，今年啊做啊较无同，因为去年是拄着台风登革热。其实是对整个经济环境不是很好，我们要翻转台湾人的经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最近啊，我委员啊，我伫看委员伫发言吼，一直讲龙王雕的代志，吼，我感觉委员伫龙王雕讲了吼，那咱林全院长伫七月讲要做一个法律修正嘛吼，委员吼，这咱委员咧争取的，好，我就讲，这个话题是因为我的选区主要伫委员的辖区，好，然后。这类话题都要在这块沙雕，我觉得是在云嘉南滨海地区资源保育是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也有第一优先，没有好的资源就没有好的游戏体验，而且请另外讲，好，做资源保育，好，我是想说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棒的，好，我这在这里我还是希望全国的好朋友，这段时间真的最棒的沙雕在哪里？在云嘉南滨海地区的马沙沟，最好的岩雕在哪里？在我们的岩山岩，好，你还是要来这里看。你是可以看两雕的，哪里有？云嘉南滨海。今年做的比较不一样的是，4D 哦，4D 哦，互动的哦。以前就有做的平面的 2D 而已，这4D 的哦。你可以跟我的东西，尤其岩雕、沙雕的东西可以做互动。好，今年有点不一样。好，在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市长跟委员呢、啊。从我当副处长、当处长的时候，都一力的疼惜我、提惜我了。我今天干到处长的职位，也是要感谢委员跟市长的一路的提拔了。在这里，我还是感谢全国的好朋友，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处长。好，我们有市长。
长还有处长呢，就是用这个很棒的沙雕岩雕的作品哦，我们2016一箭双雕艺术季活动今天正式开跑，会陪伴到大家呢到这个暑假，而且有三个场地大家请记好，包含了现场的马沙沟，另外呢还有七股岩山，还有这个台湾岩博物馆哦。那么今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海底世界主题馆要来进行揭幕了，所以我要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贵宾，是不是跟我一起移驾到我们海底世界入口处来进行呢我们很特别的一个揭幕，也就是呢要撒岩企业了，那么呢是我们这一次要请我们的这个撒岩企业来接收我们台湾的未来，我们北京嘛，我们在台湾的人潮在台湾两个后面哈，那后面一点呢，就是观光事业文创事业的好伙伴们能够呢再带动很棒的一个商机。我们请所有的长官贵宾哦，我们手持都有一个盐罐，对不对？待会我们请现场的朋友呢，帮我们一起来倒数三二一，然后就你可以把你盐罐的盐倒在您的右手上，然后呢往前抛或者是往上撒，啊，要带给大家呢，我们台南未来都无害无灾，好不好？那最重要的是观光事业再提升，好不好？好，那现场的朋友准备好了吗？长官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要一起倒数三二一喽，真的很诚心，200%以上。祈求我们台南无灾无害，然后再创观光的大商机。好，来，请大家一起倒数三二一，预备备，三、二、一，起撒耶！祝福我们台南未来100丰盛，产业兴盛，无灾无害。也希望呢，借由这一次呢的业者的鼎力相助，再创我们的观光商机。大家一起来说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我们的海底世界主题馆正式的来揭幕，然后也为大家撒盐祈福，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台南未来一切美好。接着有很重要的，我们要来这个诉求所谓的海洋世界的保育生育的一个文化和一个资产，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呢去看一下我们很棒的我们的这个今天冠霖谢谢。